今天我们继续跟常荣一起学数学。有喜欢听英文的，那么请搜索“跟常荣学数学”英文版。有错过直播的，也可以搜索“跟常荣学数学”英文版。还有其他的，比如物理、化学、生物，英语。好，今天我们是学这个数学的应用的第五部分。叫碰碰运气，就是概率学。概率学是数学的一个分支，就是用逻辑和算术分析某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。概率学的应用范围很广，比如走迷宫时猜测要走哪条线路，散步时决定要不要带雨伞等，都用得到它。那你今天用一个概率学猜一猜，你今天下午或者中午去玩的时候会不会下雨呢？应该不会。不会哈，这个就是概率学啊。对，不会。那么再又一个概率学，你今天结束这个课程之后，你会出去玩，那么你会。有哪些朋友和你一起玩呢？有梁方玉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哦，这也是概率学，可以预测。那么还有可能遇见谁呢？我们找王力宏、戴文斌、什么？王嗯，飞龙、张飞。但你可能会估计错，可能有的孩子你想你们中午会在一起下棋，但可能他今天有事儿，是吧？他就来不了。所以你的概率有的时候不准确啊，这个就是概率学啊。多数人说到概率时，并没有想到背后的数字知识，但是有些人就会仔细的考虑，比如保险公司。举个例子来说，要计算人寿险的价格，保险公司就要弄清楚一个人的寿命大概有多长。啊，比如说，前20年。甚至前10年，人们的平均的寿命和后10年是不一样的，寿命越来越长，所以说保险公司要算清楚，人寿保险到底应该是投什么的一些价格呢？大家普遍的会，寿命是多少呢？这对估算保险的人寿保险的价格。是至关重要的，这取决于人的年龄、健康情况和职业啊，所以他们投保的时候，他要考虑这个，他要给你做体检啊。哎，不过这一件是好事哈，如果你想体检的话，你就去上保险公司去准备保险，他们一看先别保险了，先交个单子给你做一个免费的体检吧啊，快去讲。对，讲完了之后，你说我不保了，因为我看我身体都很好。好，下面正式进入今天的课程啊。我们这里用这个英文，我们这里用汉语来讲解呢，目的是为了他更好的理解英语，然后把英语部分讲好啊。我们来看。也有飞机的声音啊，汽车的声音这么多啊，我们来看哈，这个是可能性啊，可能吗？我们不可能知道未来一定会怎样，但是数学可以帮助我们做出准确的、比较准确的预测。不过有些事情被太多的因素影响。想要做出较准确的预测，就不太可能。比如，在步行快还是乘公交车呢？在这个两者上，你预测一下谁会更快呢？肯定是公交车嘛，是吧？但是要如果遇到堵车，那公交车还不如步行呢。所以说这就是概率，猜一猜它的可能性啊。
我们再来看这个啊，公交车每隔5到10分钟来一班，公交车一般需要在路上行驶7分钟，我步行的话8分钟就够了。啊，他每个人呢都在想着不同的问题，你看这些人了吗？他们都在预测，我们经常都是在预测。虽然你没觉得你是在应用数学，实际还是在应用啊。就像你刚才说，我今天出去会遇见谁呀？你在大脑里就运用着数学来优化啊。你看这个呢，第三个呢，我步行的话8分钟就够了。这个老太太呢，她说我步行至少要25分钟，所以说他们在等公交的时候都在想啊，公交车啊如何方便？如果遇到堵车怎么办呢？这个最小的这个小女孩就在想，遇到堵车呢，那还不如走路啊，这都是在这个预测。我们来看。右上角部分啊，左上角部分啊，天气怎么样？天气预报是对未来几天之内的天气状况的一种预测。气象台根据测量到的温度、气压和其他因素，还有呢，卫星云图，从卫星上拍照一下，看下面这个地方的云彩的密度、厚度啊，这样更准确啊。再考虑地面的一些气压、风速、风向啊，来综合的用计算机来计算，然后得到的数据与多年前的数据进行比较，啊，它这样呢就可以预测到上次出现这种温度、气压和湿度是什么时候啊？1956年7月15号。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，接下来的那周就出现了台风。对，咱们最好提醒一下大家，就是通过这个气压，还有以前的数据，我们来预测将来天气的变化啊。我们说那个前面学的大数据啊，大数据在天气上的应用，我们最早的这个。农历时节就是一个这个，被一个国王，他后来国家破灭了，他变成了这个阶下囚。那他在养猪的时候，没有事儿的时候，就是天天记录天气的变化。他记了3年之后，他发现，这个好像有重复啊，有个周期性的循环。然后他又记了多少年？记了15年，就把这个写出来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一到立冬那天就开始冷，啊，我们一到夏至的时候，哎，就开始热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它是根据这种，数据预测以前的数据预测了今后可能发生的周期哈。这因为地球。它是有周期性的，因为它是围绕着太阳的旋转啊。但有些事情是没有周期性的，没有规律的，那就很难预测啊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真正的引进了数学的这个概念，叫概率啊，概率。在数学中，概率往往是从0到1之间的一个数，通常呢，写作呢分数或者百分数的形式。表示某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，一定会发生的事情，其概率为一。你今天下去能碰见，能遇见谁呢？100%的会遇见他。100%，没有吗？没有。没有可能，是吧？但是如果。但是你100%的遇不到梁方玉，那是是吧？啥？这个概率是一啊，也叫100%的概率，也叫100%就是一啊，分子分母都是百分之百，
就是一二啊，一定不会发生，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啊，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概率是一，一定不会发生的事情概率就是零啊，不会遇见梁方玉盖飞概率就是零啊，但是呢你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概率是一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蜜蜂硬币还有这个小女孩，读书的小女孩，我们来看看她啊。这个蜜蜂会变成昆虫的概率是一还是零呢？零。零，不可能的，是吧？概率是零。好，你会使用这个概念就知道啊，概率是零。不要别人说这个概率是零，你不明白什么意思，不行啊，告诉概率是零。好，那我们说了，抛硬币时正面朝上的概率是多少呢？50。哎，对，一半对一半，二分之一啊，50%也是二分之一，或者是50也是对的啊，50%啊。那么读书的这个小女孩，最后你会停止看书的概率，停止看书的概率，肯定会停止，不能永远的。对，所以这个概率是几呢？一。对，就这样，好了，你就会应用了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页这一部分啊，计算概率啊，你来读一下这个英语的标题吧。Calculating probabilities。就是计算概率，我们看怎么计算的，这概率就很麻烦啊。要计算某一件事的概率，就要弄清楚该事件可能出现若干种结果及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。某一事件的概率该等于啊，这还有个公式，我觉得这公式有点太牵强啊，这很多事情是无法预测的，但他非要列出一个公式来，那我们就看看他是怎么列的。他说某一件事情的概率等于该事情可能的若干的结果，假设每一个结果出现的可能性都是一样多的话，除以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，除了一个百分号，就是好，就是比如说你出去遇见赵嘉欣的概率是多少呢？好比你就把这个那些所有的孩子，哎，他是用的扑克啊，那扑克是最好的例子啊，就说这样的一个概率，所有的可能性的结果和相处啊，该发生的可能性除以所有的可能结果，就得到一个大概率，就像你刚才算了一些概率是一样的啊，大概率知道一下就行。因为这个判断不是经常很准确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吧。有怪物吗？他举了一些例子啊，我们来看看在这个例子中去理解这个公式吧啊。赛米这个小男孩叫赛米，必须选择要往哪边走，结果有两种可能，会遇到怪兽和不会遇到怪兽。他只能左转或右转，不能回头，所以他遇到怪兽的概率是二分之一，也是50%，对吗？对，因为不左就右嘛，啊，就跟那个硬币的不是正面就是反面嘛，啊，所以概率永远是50%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罗特从一副牌中选了一张。
罗特从一副牌中选了一张，他选到红心概率有多大？一副牌共54张，其中有13张是红心，所以选出红心的概率就是13除以54，对吗？对，就是一共它有54张牌，其中红心呢有13张，概率是多大呢？只有用这个13去除以54，就得到大概率啊。但是它有用吗？我觉得没什么用啊，这个数完全不可能啊。也许他第一次摸牌，第一次去抽，就可能抽到第一个是红心，第二次又抽，又是个红心，是不是啊？那这概率是100%的啊。好，抛出六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个。亚历克斯在用骰子玩游戏，骰子有六个面，每个面都有一个不同的数字。如果骰子没有问题，那么抛出的结果就有六种可能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哇，六种可能。所以抛出的六的概率是一除以六，这个概率，这个概率也没什么用。有的时候那个骰子，你抛吧，它真没有什么规律。如果它有规律的话，那就不能用于这个很多人那个赌博的游戏呀、或者是玩什么游戏呀，全是用去抛骰子，就是因为呢这种骰子的概率是没有规律性的啊，你没法用数字来算的啊。但是呢，世界上啊确实有一个人，他在美国，他是一个数学天才，那真是数学天才。他走遍了全世界每个地方的赌场，他进去之后去观察这种抛骰子啊、各种机器啊、赌博那些机器，他就去会观察，观察一个星期之后，他就下注赌注，结果全都是赢。所以呢，他现在呢，就会到世界各地的赌场去赢钱，没有输的，全赢。他的数学特别好啊，他总是靠前一两周去观察，找出这台机器的规律来啊、然后他开始下赌注，而不像我们有些人，到了那种赌场之后，直接就去下完赌注之后输了点钱，然后就跑了啊，就是完全凭运气，他是完全靠分析，也就是这种概率学。而最后，他为什么要全世界的跑呢？因为这个赌场一看，他在这儿赢了一个星期的钱，赶紧请他，你离开吧，拜托，这个地方你这个赢的钱太多了，他就只好再换下一个赌场。但他的数学很好，实际掌握规律啊。据说中国也有这么一个人啊，也是这样的，也都赢了不少钱啊。这都是传说啊，传说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啊。然后我们再看。偶还是奇数还是偶呢？偶数呢？轮到史蒂芬抛骰子了，他抛出的偶数的概率有多大？抛出偶数有三种，二、四、六，骰子有六种可能的结果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所以抛出去的偶数的概率是三除以六，就是二分之一。偶数是二分之一，那奇数也是二分之一啊。